各位早晨，現在呢我們身處於黎智英何文田的大宅外。在大宅門口呢其實看到是停泊了大量的私家車，也看到有 PPLB 的人員是到場的。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今早大概七點多左右，警方就有派探員去到加道里道這一邊，也都是黎智英的大宅門外，就向這裡的保安表示自己的身份，然後進入大宅入面的。根據傳媒的消息報導，就是說警方以前違反港區國安法的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咁只等陣咧會係拘捕黎智英同埋佢嘅幼子黎耀恩嘅。咁咧估計而家警方咧正喺黎智英大宅入邊啦，係搜證。咁我哋而家見到亦都門外有大批記者喺門外呢度等候。咁而家見到啱啱係有一名嘅藍色上衣嘅男子咧，係拎住一袋二袋咧，係進入咗大宅內。咁啱先亦都見到咧，係有警員咧係出入黎智英呢度嘅大宅。同時間咧，亦都見到黎智英嘅助手 Mark Simon 咧，亦都喺 Twitter 上面表示咧，黎智英係被指示勾結外國勢力咧被捕噶。
啦，咁睇翻 Now 嘅報導咧，都係講黎智英被捕係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下嘅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啦，危害國家安全同埋詐騙嘅。咁都尚待警方確認有關罪名嘅消息。咁而家見到咧，係有警員到場，咁警車咧亦都係到咗啦。咁啊，咁啱先呢一架嘅私家車上面咧，除咗 PPRB 嘅成員啦，咁亦都有幾名嘅男子。是沒有任何的識別，現在看到是警員到場，就跟 PPRB 的高振邦在傾談緊。咁而家見到咧呢一咁而家見到警車係已經停泊咗喺路口位置嘅。咁啊，見到喺車上面人都著翻呢啲 PPRB 嘅外套，咁啊落咗車。咬到啊！嗰個肥仔啊，入咗去小女嗰度。喂，係。
得唔得？高嚟咯。睇後睇後睇車睇車睇車睇後有車啊！呢邊有車。睇車小心小心小心。佢要上去先掉到頭啦。咁根據消息指咧，咁今日咧，譚月咧唔單止係嚟到黎智英嘅大宅啦，咁同時間亦都去咗黎智英個仔黎耀恩喺西貢嘅住所嘅。咁消息亦都話係只係會帶佢翻去協助調查。咁咧前後咧都見到有兩三位嘅探員咧係出出入入噶，咁見到佢都係繼續同 PPRB 呢邊咧係商量緊。
咁根據現場消息指啦，就黎智英應該係暫時未有咁快出嚟住，咁我哋繼續都會喺現場呢度等候。佢要掉头啊！你哋褪开，俾佢入嚟掉头啦，好唔好？咁其实喺反修例运动之中咧，黎智英亦都系。有四次是被捕的，最近一次都是指控他在6月4日是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的。而今次即有关于国安法的罪名也是继前学生动员的召集人钟学林之后第二次上门去搜捕一些人士。今次就搜捕一傳媒的黎智英啦，咁而家就喺門外嘅大宅外。咁咧，根據呢個港區國安法咧，勾結呢個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嘅話咧，個刑罰最短咧係。3年啦，最高可以長達10年嘅。前兩天是美國政府先啱公布了一個制裁名單，制裁包括林鄭月娥啊等等的官員。咁兩日後咧就咁高調嚟搜捕黎智英嘅大宅。咁未知兩件事嘅前後會唔會都係？有關聯啦，或者係做一個取態，或者係一個反擊。咁咧，啱啱根據翻 PBLB 嘅消息就話咧，咁短暫時間咧，黎智英都係未會出嚟住噶。
我俾書啊，佢帶佢帶佢帶佢去就帶咗上嚟嘅。應該上啦，就上呢一個位。好。咁你哋係咪喺呢個位先？得。得。呢個位有冇問題先？我講可能有冇問題？佢喺。咁現場消息就話咧，稍後黎智英咧就會上 VA5476呢一架嘅七人轎車。OK， 而家出行嗎？好快，好快。OK， 好，唔該。
冇人攞啊！我同我新嘅車走，唔撞啦。Sorry.